我来打卡了。果冻啊，吃的时候细嚼慢咽，吃完以后多喝水啊，就是你吃完以后喝300毫升的温热水，白天的话也要多喝点热水啊。你们早餐的话不用吃太油腻啊，早餐的话尽量以高营养为主。如果你们着急的那种啊，吃鸡蛋的话就吃一个整的鸡蛋，剩下都吃蛋白啊。再喝点粥。果冻你们有需要的去拍啊，下方小黄车去拍，79.9元是给你们发酒喝的啊。